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就做了他而已，又不是什么正前方是这样那个。来，谢谢。老弟，后面老弟。大家都是带爸的，那老师，你一直踩，你来我的餐厅从头到尾都在洗，不收钱也不是，拿最好的料理款待你也不是，你当然会说你有讲说鱼很好吃啊，饭很难吃，因为你讲说所有东西都很难吃，那就不切实际了嘛，所以偷鸡也很聪明啊。担心岳父岳母被抨击？不会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就做了他而已，又不是什么正前方的这样的。哎，谢谢。老弟，后面老弟。可以吗？小心。方式如何？叫让律师来回答就好了，不好意思。好。我想各位刚刚看得很清楚哦，托伊斯的那个身体受伤状况蛮严重的，尤其他的主要的伤害都在他的头部。那他现在是没有点不舒服，又会再前往医院去做一下检查。那我想今天晚上是他去这个另外一位黄姓网红的餐厅用餐的时候，在门口的时候遭这个黄姓网红伙同大概数名的这个黑衣人哦，在门口殴打。整个过程当中，其实都主要都是朝着他的这个头部在进行攻击，他甚至过程当中也有说要置他于死的这种意思，所以我们其实刚刚已经在上面制作笔录，有对这个黄姓的网红，还有他所伙同的人员，一起提出了那个杀人未遂，然后伤害、恐吓跟组织犯罪的刑事告诉。他有了解为什么会打起来？冲突的原因，我们托伊斯他也不是很清楚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了哈，在这个状况底下，用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攻击的方式攻击人是都是不对的事情，社会不应该容忍这样的状况发生。你觉得他是故意到店里面去找你打吗？为什么要在小孩面前动手啊？身为网红做出这样的行为，有要道歉吗？你不觉得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使用暴力？